迎大家收看我哋呢个节目《新人透视》嘅上一集，我应承过你乜嘢啊？大家睇翻上一集个尾啊，就系、是、我哋今集系会讲基督教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嘅。喺荧光幕嘅左边系我快边，荧光幕右边黑着咗嘅呢位系子健嘅，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奇翠龙，你有冇见过一位主持人主持下时瞓着觉咧？醒啊！系啊！欢迎收睇啊！我哋呢个你有冇见过奇翠龙？系啊！系系，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咧，系时事一丁嘅吓。系咦？上一集香港电台访问我哋嘅朋友啱啱喺出边，佢见到我即系 send 俾佢个 SMS， 就系佢问我个 title 系咩，我就话基督教香槟大厦访谈协会主席。前主席咁問咩你？主席後尾寫咗，佢舉高個即係手指公，佢中意呢個，估唔到。有陣時啲人正正正經經同佢講係唔得嘅。青台副台長吳秀，青台副台長吳秀，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發起人吳秀，基督教小圈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候選人吳秀，啲正經嘢全部。香檳大廈訪談協會主席吳秀，但係要加入基督教嘅嘢。基督教香檳大廈佢就受啦，主席受咗得咗。真係古怪真係，好香港電台有前途啊！有前途啊！我就係中意呢啲啊！哇！喺張台頭先，哎呀點啊？基督教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其實咧就係講緊咧特首嘅。其實我哋前一集都好似講過呢個課題啦，即係特首選舉咧。其實唔好特咩首選咩舉啦，即係嗰個特首嗰個嘅，即係揾特首出嚟咧，有1200人嘅小組。咁誒喺1200人裏面咧，有十個人咧就係基督教揾出嚟嘅。嗯、所以咧就係、是、叫基督教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即係作為一個基督徒咧，如果而家喺香港咧，你係可以一人投三票嘅。基督徒係可以投三票噶，三票啊！上帝恩典嚟噶，上帝恩典太美麗，冇什麼可取替，真係。冇錯，一人投三票，基督徒好嘢啊！勁啊！勁啊！三位一睇啊，投三票啊，勁啊！咁啊，證明咗上帝恩典真係豐豐富富啊，咩都多人啊，係啊。咩都成功過人啦，基督徒啊！咁啊，我同子健咧就係報名參加呢個基督徒，未報名，未報名啊，宣布咗啫，宣布咗。佢連而家連協進會咩點樣報名佢都未知啊！佢又話俾你點報名喎？基督教協進會就係包辦呢件事，揾十個人出嚟就交俾政府。係啦，係啦，佢係將會係老劫十個人出嚟，老劫十個人出嚟。係啊，咁就點樣報名啊？點樣報名冇講過。睇下一期 TVB 周刊裏邊嘅。同埋喺收容機核下嘅商場嗰度攞報名表，點解係收容機啊？咁因為係基督徒嚟啊嘛，嗰、那個郭永 X 冇錯，係咪先？好有米基督徒嚟啊嘛，梗喺佢嗰啲新字頭嗰啲商場啦，包括係嗰啲新世紀啊、新世界啊、新城市啊、新義安啊嗰啲咯，全部係佢嘅場嚟啊嘛，就攞報名表咯。新 Beyond 係嘅，新 Beyond 啊，係啊，咁就好啦。基督教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唔好以為我哋喺度同你哋拉票，我哋絕對冇呢個動機。我哋希望大家唔好投我哋。聽住我哋嘅動機咧，就唔係朝著贏嘅方向嘅。冇錯，大家如果你咁諗咧，係錯嘅。我哋呼召大家一齊做我哋嘅義工團啊！係點解要做義工團呢？就係諗計鬧爆呢啲親建制嘅牧師啊！冇錯，同埋要顛覆翻成個基督教嗰種嘅即係反耶穌嗰種氣氛。唔係應該係基督教嗰種親權貴、親建制嗰種嘅諗法，冇錯，或者嗰種嘅即係意識形態，我哋就係要拆毀佢，係啦，搞亂佢，透過參加呢個小圈子選舉，唔係係撥亂反正，叫做批判嘅同在，同埋有距離嘅參與啊，冇錯冇錯，算唔算啊？我覺得我哋呢一種咧，就係完全係做緊阿公立人教授咧。即係中文基唔係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嗰位嘅教授，公立人教授，佢咧就係話大家咧要批判參與距離，唔係批判距離，唔係批判同在距離參有距離參與，但係佢冇實際講係點樣批判嘅同在。我哋而家就嘗試批判同在嚴啲，有距離嘅參與咧。嗱，如果你正正經經咁樣參與咧，唔得嘅，我覺得係就。搏命諗住，哎！我要入去，我要做選委，我要做選委，就好似而家嗰啲好多都係咁啦。包括元朗神召會錦光堂劉金勝，包括敬拜會嗰個陳世強，佢而家唔係敬拜會啦，聽講嚇。包括嗰啲即係雖然阿李炳光同埋吳思源，吳思源上一次喺我哋個講座度，佢就話其實我都係我唔想做噶，不過咁啱
大會就話我啱啱就卸任嗰個副會長，所以我咪做咯。卸任咩副會長啊？佢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副會長啊嘛，正會長就阿 P K Lee 啊嘛。係阿 P K Lee 同吳思源就啱啱嗰年即係上一屆啦，就卸任，咁得閒就不如你兩個去做呢個選委啦，參選咁樣咯。哦，即係其實佢都係一種被動式參與咯，即係我 read 到佢嗰個講法就係、是，其實我唔係好想爭逐呢啲嘢噶，咁樣咯，我感覺。但其實呢個問題咧，爭唔爭逐咧，其實唔係我哋關心。冇錯，爭逐冇問題。係問題你係爭逐嚟做乜嘢咧？係啦，跟住你自己嗰個立場係乜嘢咧？係啦，即係最緊要咯。係，即係我哋好容易咧有種道德嘅，又係道德嗰啲咁嘅高地框架就係、是，哦你參選得想點樣咧？你就一定係好公無遠㗎啦，或者你梗係好恨爭權威咁樣。唔緊要，你可以用呢個角度。但我哋更關心就係咩李炳光啊、吳思遠嗰班人背後嗰種嘅有冇被政治操控啦，即係國內嘅操控啦，或者佢投嗰張票時候嗰種嘅。政治立場，但係佢肯定話冇噶，冇我哋好獨立嘅，我哋冇同中國嗰啲咩宗教局嗰啲人去接洽嘅，冇嘅。有點會冇啊？佢夠膽講冇？佢夠膽講冇？盧龍光都承認秦道衛你都有啦，佢使唔使見啊？李炳光、盧龍光要見佢使唔使見啊？你冇玩嘢先啊，大佬講笑啊你！你等於嗱，前兩個禮拜我唔知而家上咗 YouTube 未啦，即係我哋嗰段片。應該上咗噶啦，亞視 TV 都想攞嚟擺喺度喎，一齊擺咯。即係嗰個講座啊，係咪你講？大家一定要睇啊，真係。係係係，係咪講個講座？係啊，講個講座。大家睇一睇啊，點樣要推介？推介兩句喺呢度，因為亞視 TV 都有嗰段片。哦，因為我有我同你啦嘛，咁有乜嘢係即係關公民社會事嘅咧？其實你覺得咧？我覺得基督教根本，如果中國政府要統戰香港，係專係揾啲即係有組織力嘅人嚟去統戰噶嘛，唔會統你同我噶嘛，係嘛？我係一條傻仔咁樣，香檳大廈咩訪談協會主席，佢唔會統戰我噶，係咪先啦？好難。咁基督教點解要統戰基督教咧？因為基督教係能夠動員啊嘛，大佬一間教會幾多人啊？同埋佢講緊一萬幾千人，講緊一個信仰，講緊個意識形態啊。係。如果個信仰同埋意識形態係講緊一種咧，去對社會嗰種批判性同埋顛覆性咧，佢會產生成個政權嗰種嘅危險啊。係。咁所以佢設法要好似大陸咁有三字教會。將所有的神學咧都係歸納於中共底下，咁呢啲咪叫做即係其中一個宗教對中國共產黨咁需要，或者係互相依賴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啦。佢需要基督教，佢唔能夠滅亡任何嘅宗教，但係佢必須要統戰任何一個宗教，即係控制住佢。冇錯啦，唔係佢就會造成一個對政權一種嘅。如果有啲嘅牧師話：，佢想控制我，我就扮俾佢控制啫。其實我控制翻你啊，蠢材咁點啊？歷史話俾我聽就唔好國有啦，係九成都唔會有啦。我哋成日講翻嗰個現時嘅主流嘅宗派裏邊啲大粒佬啦，十個有八個九個，我覺得係嘅。就算盧龍光，我唔覺得佢全部都係，就著緊佢多多少少咧，就一半一半係啦。佢變咗佢一定要鏡住。有些事去做的時候，因為你要在大陸裏面做他的所謂他的事工嘛，你一定有妥協之後你才做到他的事工，你不是透過妥協你哪裡有做那我都是找些位置啊，子健我都是在那裡攝一些位置，他打算統戰過我，其實扮給他統戰，然後我找些位置我在那裡做扶貧，梁煙成也是這樣想的，即我們不要鬧那麼多，我咧，梁煙成咧就係喺入邊咧可以即係開到啲扶貧啊，照顧孤兒啊嗰啲位啊，甚至乎係傳教我都得啊，因為我冇鬧佢咁多咯，我使乜你做啫？我揾啲攝位去攝到，咁我就能夠做到上帝嘅國嗰啲嘢啦，咁樣係咪先？係咪真係上帝嘅國先？即係佢會咁樣去理解佢自己咯。就係燕國啊，大佬佢自己嘅燕城之國啊，燕城之國係嘛？佢會咁理解咯。咁啊冇問題嘅，咁你咪做咯。咁你預咗人哋批判啦。預咗我哋去。係啊，即係我覺得成個而家個教會嘅即係問題就係，佢嘅腐敗而係你不見嘅，佢嘅墮落咧而大家不感覺嘅。係。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係恐怖咯。所以今次嘅參選就要盡量披露揭露，或者係問到你問題咯。係。逼佢哋呢班咁嘅大牧師落翻地下，能夠面對群眾。係。上次嘅選委選舉咧，基本上佢哋都冇參與過。一場認真的論壇或者辯論，冇嚟過咯，有啲驚咯，冇噶。吳思源話佢自己有啊嘛，吳思源話佢自己咧就10場咧去咗9.9場，但我覺得佢不過我哋嘅功課做得唔夠足啊呢一方面。講啊，講清楚。佢話10場嘅
我唔記得自己有冇去曬嗰個嘅選舉辯論，是但係咧十場都應該去咗9.99場噶啦，咁樣9.99場係咯，係咯，講呢啲嘢咯，咁冇意思啊嘛。但係成個即係我諗啊，陳世強啦，大家最關心嗰啲最主要嗰左派係點樣咧？張紅秀未啊？嚇，嗰即係嗰批人係會消失噶嘛？同埋你而家喺協進會底下嗰種嘅所謂嘅選舉咧，基本上都係由中派之間協調成為一種嘅。happy 嘅俱樂部啫嘛，你包括上次嘅選舉，當然我哋好強調有選舉好過冇選舉，但係呢個個選舉嘅過程當中，其實未又係中派因為人數或者因為牧師嘅即係個人嘅壓力嘅牧師嘅壓力，壓力令到成個所謂嘅教會界咁嚟到會投一票咯。係根本就佢唔需要向市民同埋公眾負責，因為嗱佢去牧師個位置，可能喺宗教性喺自己堂會，佢可能直接嗱可能就嚇就向自己嘅會眾負責啦。但是選委的角色你幾不喜歡或者喜歡都好，你當我小圈子不小圈子都好，他的確是一個公職來的，他不單止是我覺得基督教的選委或者任何一個選委不是只是向他自己界別負責的，他還要是向市民負責的，是所以他無可避免一定要面對公眾。但是如果大家縮回去說自己是一個基督教的選委，所以我面對我的、會友基督徒就可以了，最慘呢撲街他都不是對個個基督徒都是有負責，負責的是他是選擇性地負責的，譬如大家看回兩個星期前協進會裡面的即明報或者蘋果日報對協進會的報導，就 是其實他本身是協商即係想嘗試個選舉係放棄啦，變成一個協商啦。但係跟住阿戴浩輝出嚟講大話，又話人哋即係聽錯啦。我諗嗰個應該係上個即係7月19日嘅。係啦，冇錯，星期二啊嘛。星期二7月19日明報。7月19日嘅明報。蘋果日報又有。蘋果日報就20號。嚇！睇翻星期三，即係7月19、20嘅嗰兩日嘅報紙。明報、蘋果啊等等啦。蘋果嗰啲係啦，大家就知翻嗰個來龍去脈啦。蒲金昌，我話因為覺得算啦，謙謙君子，佢又唔係大佬，佢乜樣啊？原來喺香港電台同埋商台都講過協商呢個字啊。即係基督教協進會嘅總幹事。其實佢哋未係講過協商呢個字，佢都係嘗試話要協商噶。咁最嗱，佢又唔認喎，咁都唔緊要啦，唔認大家。邊個唔認啊？戴浩輝同埋蒲錦昌都唔認噶，話俾你聽。阿蒲錦昌都冇認。都唔認嘅，其實都其實你查翻香港電台嘅新聞報導啦，係同埋即係好似阿黃明個節目咧，商台在晴朗聽天出發，係啦，嗰度咧你都可以聽翻，即係講個類即係協商或者類似嘅嘢嘅，咁佢完全又唔承認啦。咁教徒咧對依個問題又非常之。即係算啦咁樣，呢個呢種嘅態度啦，非常不認真啦。咁啊，跟住最慘嘅時候，佢哋話都會諮詢，但諮嚟諮去都係諮詢嗰啲即係教會領袖啦。咁啲平信徒係死嘅，冇意思嘅。咁你唔好搞新教，你翻去天主教啦。係係嘛？又信徒皆祭司，你應該同所有嘅教派就諮詢人平等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就係你睇到佢本身嗰種嘅黑箱作業咯。咁啊，宗派梗係有霸權啦，宗派即係宗派霸權。咩叫宗派咧？就係、是你嗰啲基督教乜會嗰啲咯，就係浸信會啊、宣道會、信義會，係啦，中華基督教會啊、傳道衛理會、崇真會、路德會嗰啲乜會就係一個宗派啦。嗰啲有一個宗派啦。咁有啲嗱，呢個宗派好籠統嘅啫，當然，因為嗰日啊，胡志偉牧師咧就提咗，邊有宗派霸權啊？講座嗰日，講座啦，係嘛？敬拜會就唔係一個宗派啦，我都知佢如果自稱唔係一個宗派，但係佢有宗派嗰種嘅影響力同埋嗰個權力啊嘛，喺嗰即係一大扎人豎起一支旗就叫做宗派啦。你學術上唔可以叫做宗派，但係當然你話嗰啲傳統嗰啲就係叫中華基督教會咩嗰啲有頭即係、就是、有歷史有咩嗰啲啦，但係敬拜會。哇！佢係一扎人，然之後豎一支旗，係有一定嘅力量去做的。已經係一個好強、好強大嘅一個教會嘅物體啦。一個公民社會啦，用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已經係有 bargaining power 啦嘛。你點可以話佢因為咁樣就等於冇宗派霸權呢？是即係呢個又係荒謬嘅，你自己咧就揀即係讀死書，即係死讀書，捐流國之面，然之後去咧，好似呢啲咁嘅黃子華式嘅扭六人咧，又話邊度係啊咁樣嗰啲，唔係啊嘛，咁你睇到教會有時無恥咧，你啲叫教會領袖咧，成日以為自己靈巧像石，其實係笨過只豬，一啲又唔係純量個鴿子喎，即係嗰啲咧又咬字質，我未講過協商，我哋從來冇喺個會上講協商，即係呢個係蒲錦昌和戴浩輝講，但係蒲錦昌牧師的講法就是話，我哋叫十大嘅即係所謂宗派咧，自己
推舉一個人出嚟啦，咁樣佢甚至話選舉嘅，我聽到蒲錦昌牧師話十大嘅宗派自己選，我哋建議佢選舉一個人出嚟，咁啦。咁咪協商，你話咪協商？你而家傾掂數出嚟啊嘛，咪叫協商咯。選舉咪傾掂數。講清楚，協商就俾面嚟就好聽啲，難聽啲。海底交易，海底交易，黑箱作業就講掂數，講掂數。係啦，協商其實一個好，真係好文雅一個詞匯嚟，我覺得。好客氣啊！係啊，咁你又唔中意用協商，你講掂數咯，即係話。係。黑箱作業傾掂咯。嗱，依個就係教會而家嘅文化啦。選委會其實係反映到一種教會喜歡唯威畏嗰種文化之外咧，其他好多嘢都係啊，即係教會有教會裏邊嘅問題。包括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好多同學仔都做咗，即係喺教會做啊嘛。係神學畢業生啊 ，J 字頭嗰位咧，尤其是係好多啦，係嘛，即係都有啦。啊，咁做乜？係啊，咁跟住做咩咧？佢裏邊睇到就係好多個派系，好多個即係黑箱裏邊咧，就已經搞掂曬啦，引惡揚善啦，呢啲就係教會咯。係教會就係引惡揚善嘅群體，冠以一個道德，有上帝嗰種嘅光包裝，包裝係。但係其實最鬼腐敗啫，最偽善就係呢批人。係係嘛？如果呢批自命最道德、最應該捍衞社會公義嘅人都咁偽善嘅時候，你唔將佢革佢嘅名咧，去改變佢咧，呢、這個社會更加冇救。係係啊，係嘛？繼續用喺呢林瑞麟嘅教堂喺度胡說八道。咦，係喎、啊，梁美芬啊，林瑞麟啊嗰啲，嗰集全部都係啦，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參與呢一個嘅選舉嘅一班人咧，就係、是、希望咧協進會係改善好多嘢嘅。譬如首先個名字已經唔掂啦，咩教內普選啫，普咩選咧？嗯，係嘛？要將個名字改做咩啊？選舉咪算咯。教內選舉都俾面佢，我覺得應該叫基督教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加個小落去圈子。係啦，就唔係大小個小，係一個小圈子選舉，仲要咁嘅讀出嚟。基督教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係啦，應該係咁樣嚇。第一個係證明選舉權應該全港市民都有權投票，點解咧？明明係基督教功能組別，點解係全港市民都有得投票咧？咁樣，但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因為大家係平等嘅。如果我哋嘅信仰係話我上帝造人，人人平等嚇。上帝的爱和救恩都是给所有人的，不是只是给基督徒的。我想这个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反对的，就算那些 PK Lee 啊，那些陈世强那些应该都不会反对吧，即是我不理你的神学是什么。所以呢就应该呢就不是他们所说的信者才得投票权的，是不信的普通的市民人人有投票权，因为我们没有嘛，平时很多没有非常多，即不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呢就不可以投票的，你几那么衰格呢，是即是信了耶稣才多张票的，根本是很违反那种基督和信仰的精神，违反基督精神。但是对于某一些 PK 的基督徒来讲，他可能说这样就对了，如果你想投票啊信耶稣啦有没有这么说啊，喂他不是，如果你想投票，他说如果你想学想你的仔女想学我们英文班啊，妈妈来信耶稣啦，这样咯。如果你想读名校啊信耶稣啦，这样一样是有的嘛。真是接落信耶稣要是你变成一个利益家的。哎直接。仲话这种恩典。哇真是，我觉得如果真是教会，不是如果真是今日事实上教会。是啊是这样。你看看教会呢，你就千万不信耶稣，因为是不会有耶稣在那里。因为耶稣不会是这样。其实等于中世纪的赎罪券而已嘛，是吗？即係嗰個成個邏輯就係中世紀嘅贖罪券咯。你個仔女想學免費學英文班啊，咁阿媽就要嚟我哋嘅查經班啊，嚟我哋查經班做咩？希望你有機會信耶穌、聽福音咁樣。係啦，呢個邏輯就係贖罪券嘅邏輯嚟。一陣間再一陣間有時間再講下啲軟木做乜嘢先啦。我因為我近期貪啲軟木做乜嘢，真係好少。如果你想我幫你點樣？你講啊講啊，講埋嗰度講埋嗰度先啦。嗱，呢個選舉權就係全香港市民都有選舉權嘅，冇錯。咁樣咧就。被選權，凡有意成為選委會的基督教界代表的全港市民都有被選權。哦，即係同頭先一樣啦，唔單止你就算是非信徒都可以，佛教徒都得嘅，都可以做嗰十個代表。無神論都得嘅，都可以做嗰十個代表。係啦，咁點樣叫做基督教嘅功能組別呢？我又想問下啦。就係嗰種基督嘅精神，就反映到基督教嘅功能組別咯。呢、這個講得好啊，即係話你律師嘅界別，你就一定要係律師先至選得嘅。係啊，但係基督。
教的界別，不是基督教都選得的，這樣才有一種的基督的精神，願你的國降臨嘛，或者是一種願上帝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或者是顛覆和想像力，是普及的嘛，上帝的國是應該普及的嘛，為什麼你無緣無故又要將自己的界別呢？今次又沒有一分鐘了，講到三分鐘調回來，改善這個選舉制度，譬如是用什麼比例代表制，哇這個很複雜，不說比例代表制，另一樣東西就是好啊，你班這樣的契弟說不行，不行，你要受洗的基督徒，好啊，或者要基督徒得，那你呢，我們就找一間教會出張教友證明，還有口裡承認心裡相信，是你經常報道會上大家現在決志信主，現在天君天使就摘了你們名字了，是你今晚死了都可以上天堂的了，你既然敢講得，你點解甜咁熟世嘅嘢你都唔可以做啊？係喎，又唔係食你個聖餐，即係死咗可以上天堂，但係唔可以投票，唔可以投喎、啊。你因為幾好笑，即係你死咗可以上天堂，即係你變咗死咗可以上天堂，你變咗你，但係唔可以投票。Sorry， 你講口裡相信，心裡承認，係喎。你既然你去落去投票一刻，你唔俾你喎、啊，你講咩天君天使摘你個名，真係人都癲啊！林以樂話真係。傻噶，即系你见到个基督教嘅逻辑点？点解系咁嘅咧？系啊，嗱圣餐又话唔得，咁唔系圣餐啦啩？系啊，吓我成日要纪念上帝国嘅事啊嘛。仲有呢个一定要讲啊，呢、這个咁熟世嘅嘢点解唔得咧？投票站一定唔可以设喺教会，因为嗰啲譬如陈世强啊、刘金胜嗰啲咁嘅即系所谓牧师咧，成间教会咧嗰啲人就喺佢教会投票站唔得。系啊，系嘛？冇错，全部教会唔做投票站，喺西粉做啊，西粉做咯。郵政局，咁你郵政局星期日唔開喎，因為星期日投票。郵政局門口做。郵政局門口擺街站，得唔得？得，就咁。教會咧，應該而家開始傳福音啊！大排檔做得唔得？茶餐廳做得。係啊，想呢、這個就係想像力啦。得唔得一件事？精神啊，呢啲得唔得係一件事？唔得一件事，係嘛？起碼諗下先。再唔係你哋同建制咁親近嘅，去民建聯嗰啲議員辦事處做咯。民建聯議員辦事處 OK， 你不喜歡民主派的議員，是啊，因為你覺得民主派是、即是中央不是叫你去選民主派嘛，是啊，那就去民建聯議員辦事處做咯，是啊，好啊，做得好，好，跟住講啲院牧，院牧是啦，少少，其實講咩呢，其實點解要講院牧呢，就是、所謂院牧就是醫院裏面的牧師，然之後就不斷去探訪病人啦，探訪病人啦，係啊，咁啊小弟就好不幸啦，媽媽就要做手術啦，就入院啦，係。咁啊，都心情都雖然都冇之前做即係做節目都會係，但係差少少係啊。咁啊，但係想講咩軟木咧，就係、是、前兩日咧就即係應該上個禮拜先啊，上個禮拜嘅誒唔知記唔記得邊日嚇，就有啲軟木咧就探我阿媽啦，嗰位女士。咁我唔係話嗰個牧師啊，女牧師係有問題，依、這個問題係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問題。係，其實佢所做嘅一切，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叫你信耶穌啫嘛。哎呀，耶穌愛你咩？其實你同嗰個人祈禱，佢關心嗰個人個背後嘅目的，就係叫佢信耶穌。嗱，其實嗰種係交易嚟嘅一種成，又係贖罪券嘅邏輯。同埋咧，就係嗰種拉康講嗰只，係嗰種嘅自戀啊！主啊，我係感謝你，感謝你老尾咩？感謝人哋病緊仲感謝，可唔可以傻噶？啊，俾個機會去趁佢病嗰時候認識耶穌。折墮咯，要人你病嗰時候認識耶穌，即係好冇涼薄涼薄，冇愛心。而家講到自己嘅愛心啊，主啊，求你而家喺呢個休息嘅期間，親自同佢講解耶穌啊。咁其實佢話佢好關心啲病人，好愛啲人咧。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佢自己要人去信咗耶穌啊！主啊，睇下即係感恩，我又為你傳咗佢一個福音啦！哈利路亞，感謝主啊！咁啊，就係呢啲做係其實同呢啲 AIA 啊咩嗰啲保險冇分別。係係係係。老細啊，我同你又揸攞咗張保單啦咁樣。係係。即係你嗰個基督嗰種要人信耶穌，其實背後講緊仲宏大嘅問題就係、是、我真係愛每一個人啊嘛。係係。你真係咁樣去關心佢，而唔係背後動機就係我要你成為我哋宗教圈子裏邊一份子。咁佢就話啦：唔係，我哋都係好愛佢，希望佢因為信耶穌好何等啲甘美啊嘛，那個過程裏邊何大係咪係咁啊？係啊，冇講錯啊！何等甘甜啊！何等甘美定甘甜？何等甘甜啊！甘甜啊！嚇！何等甘美？好想爆粗啊！最衰呢個 RTV 唔俾我哋爆粗，我好似爆咗句頭先。啊，冇，誒冇爆啊！係，咁即係點啊？即係啲軟木係佢唔知嘅，佢唔知佢自己做緊啲好有愛心，好有愛心嘅，但係人哋過程未信啦，或者我哋旁邊
聽人係好硬意嘅，佢唔知道佢煩緊我阿媽或者啲病人，佢要休息嘅大佬，你成日以為我同佢講耶穌。但係如果真係佢唔講耶穌，佢就係探咪 OK 嘅，即係探下佢。探你係咁以，即係有啲嘢你唔係你唔識佢，又唔熟。有咩需要啊？有咩需要啫？你唔好阻住我咪得咯。即係其中一樣嘢，其實係㗎，我咧。其實 OK 嘅，已經好好㗎。係啊。又唔係你負責咩遠望咩送張單張，我送張單張俾你，大佬唔好環保啲，唔好送張單張啦，大佬送張鈔票嚟，因為$100一日。嗱，如果佢咁講，佢走埋嚟，有咩需要啊？咁佢我賴一屎啊，但係咧嗰間醫生咧就話就唔換啊，佢話要夠鐘先，夠鐘先，我醃住個攞油，我而家醃住個攞油，你幫我換，材料傻啦，軟木嚟嘅喎，軟木梗係唔會啦，我送張單張俾你，祝你健康咁樣，我哋所以單張去揾屎啦，係啊。咩祝你健康嗰啲真係荒謬咯！我唔係祝你身體健康，真係全人健康。你講乜講乜叉嘢啊！真係嗰啲咁嘅友仔，自己嗰種自戀去表達自己嗰種嘅信仰、嗰種嘅高傲，而不自知。我咩？你唔好翻教會，即係翻教會揾唔到上帝。我同我媽講，你千祈唔好信耶穌。睇多啲 RTV 做我嘅。係啊，因為我同我媽講，你唔係你可以信耶穌，但係你唔好翻教會。係。我阿媽好認同我講呢句説話。因為你在裏面教會咧，咁你冇羣體啊？你翻教會就有一種羣體的一種的力量啊嘛，咁點咧？你翻咗去係俾人蠶食，你蠶食佢咋？所以咪要看自己的需要咯。係你覺得你甘願係咁樣，你咪翻你的教會咯。我不會阻止，我冇權阻止人。但問題就是你翻教會就是你固定了個上帝嗰種信仰喺裏邊啊嘛。框架原來耶穌就係咁嘅，上帝係咁嘅。你一僭越咗，或者你覺得佢過咗界咧，你就係叫做叛教啦，或者你咧就好有問題啦，唔屬靈嘅基督徒啦。而家就我哋翻咁多教會咧，裏邊咁多年嘅結論就係、是、你越翻教會就越揾唔到上帝，因為佢框住咗上帝啊嘛。即係今集好似無啦啦講耶穌咁樣。但我就想嗰班咁嘅基督徒。咁老小教會翻唔翻？老小嘅你中意翻咪翻，唔翻咪唔翻，撩乜嘢啫 ？Apple 啫。好等時間咩？你下一場嚇、啊？哦，今日 Apple 姐話要料喎。O K， 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記住我哋出選嘅啊，我哋唔係拉票，所以唔拉票啦，唔拉票啊。總之你哋，我哋點解咧？我哋會呼籲大家一齊去爆教會有啲嘢嘅。冇錯，係啊，就最緊係爆啫。做義工爆教會。係啦。喺 Facebook 我哋已經有啊，爆一派，小心啊！嗰啲 PK 啲啊，嗰啲唔識完嗰啲偽善之人，小心啲。嗰啲建制派嗰啲張學習美啊、牧師啊、劉金正同埋陳世強嗰啲，小心啲。小心啲。仲有啲楊學明啊，嗰啲小心啲啊！我哋嚟爆你啦！我哋騎一頭好多異象啊！我哋係啊，爆到你暈啊！係啊，睇住我哋嚟爆你。冇錯。係咁。拜拜。